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四位老师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请看大屏幕。我对你的好，那么多次为你的付出，你是看不到吗？以前我以为嫁给了爱情，现在觉得我嫁给的是现实与利益。我越来越看不透你了，我看不透你从始至终的目的。母亲陪伴我20多年，她的生活除了我没有其他人，我想将她的暮年妥善安置，我错了吗？生活被他人掌控，我试图逃脱，但绳索将我缠得更紧，到底我做错了什么？童话灯火琉璃无比美好，可生活不是童话，生活一地鸡毛，我也无能为力，只能尽我所能。你真的一点都不能理解我吗？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张先生29岁，来自内蒙古，工程师，有请。潘女士28岁，来自内蒙古，教师，有请。结婚了？结婚了。领证了？领证了不就结婚了吗？但是婚礼还没有办，他之前答应过我要办婚礼，一直没有办。领证多久了？有一年了。没娃吧？有了。啊？刚怀孕。就怀孕几个月？我刚怀孕还不到2个月。我就是觉得他答应我给我办婚礼，一直不给我办。嗯。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跟我在一起生活，他好像变了，不像以前一样。他以前特别爱我，我觉得他现在好像做任何事情都是特别有目的性的，就一步一步，我好像就掉到他的坑里了，我都不知道。行，你答应给人办婚礼不办？为啥？对，我是答应的给他办婚礼了。嗯，但是只是就是因为正好咱们各方面因素影响，所以到现在一直拖着没有办。哦，我也不是拖。再一个就是啥，我们这经济条件有限啊，所以前2年确实也差了一些钱啊。但是现在1年都过去了，你说钱没有多还没有少吗？主持人，那他就现在一直不给我办。我承认确实是现在有一定积蓄了，然后现在也是刚允许能办了，但是不是这么办法。这前段时间呢，我们本来就想筹备这个婚礼这个事儿了，挺好。但是啊，他这段时间就开始在我看来就是作。哎，不是想要今天想要3斤了，明天就想要去旅拍了。这3斤一天看的不是20克就是30克的，然后旅拍那天给我一看，19998，这咱现在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啊。那关键我这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呢，我就跟你这一个人结婚。再说了，你说我现在为啥会变成这样？我以前不是这样的。那你是因为一步一步的你算计好才把我逼成这样的？你现在都把你妈弄到咱家来住来了。我，你主持人，你说现在有几个年轻人愿意跟婆婆一起住的呀？我把我妈接回来住为了谁呀？不就是为了你吗？为了你肚子里的宝宝吗？他现在就是为了照顾你才来到咱们家。你说自打他来了以后，你是不是吃得好喝得好睡得也饱，对不对？这不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吗？老年人一般都叫少，他妈每天5点来钟他妈就起来了，就叮叮咣咣收拾，一会儿把这家里这个箱挪到那儿去，一会儿把那个挪到这儿去，然后各种打扫，我根本就睡不了觉。而且他让他妈来照顾我，是他妈给我做饭，我也挺感激他妈的。但是他妈一天做3顿，早上吃素，中午吃素，晚上还吃素，3顿我一口肉都没有。我下午5、6点钟他妈给我做完饭，我10来点我就已经又饿了。你说他上一天班回来，我也不舍得让他去再给我做饭，然后我更不能让他妈给我做饭了，我还得晚上偷着订外卖吃。我妈不是没给他做肉吃，之前也给他做肉吃，但是他不喜欢吃，他嫌那牛羊肉腥，他嫌那膻，他不爱吃。后来就因为这个事儿，现在全家陪着他一块吃素。我又没让他全家陪我吃素。主持人，我是不吃牛肉羊肉，我就是嫌那个腥，我就是吃不了，我从小就不吃。但是我猪肉鸡肉我吃呀，我又不是一口肉我都不能吃啊。那你要这么说，
行吧，自己订外卖。除了吃之外不满意还有什么不满意？他说让我偷偷订外卖吧，但是他妈那个侦查能力特别强，我就有一次我那个外卖盒我忘扔了，他妈就发现了，他第二天早上都已经去上班了，他妈非得把他从单位给他薅回来，说啊你看蓉蓉订外卖了怎么怎么样，然后自那以后我更什么都吃不了了，更没有自由了。他妈有更过分的事儿，居然要往我们的卧室安摄像头。这干什么？我妈其实她也是好心，因为她现在就是整个负责家里这个食堂运作，所以她总得出去买菜，她也有时候去跳广场舞，出去溜达溜达。但是她现在是一个人在家，我工作比较忙，啊、嗯，然后现在担心就是有时候她磕着碰着，有时候摔倒了，然后她我妈听说安这个东西。有时候有个证明，万一有个什么问题，一切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不，万一有个什么问题，证明什么呀？证明跟他无关是吧？不是，人家那个说了，新闻上说这样能看到孕妇到底是怎么个姿势啊，或者怎么个状态啊，摔倒了好。主持人，你别听他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他妈就是想偷听。好，不是摄像头可不就是偷听的问题、啊？嗯，就是监视。我们两个那次在屋里正吵架呢，他朋友任建国要跟他借钱。我还没说不借呢，他妈直接推门进来说不借，你说这不是偷听吗？他觉得他的妈妈都是我好，他总考虑他的妈妈啊。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两个现在的生活完全就在他妈手心里呢，他妈手心里捏着我俩。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隐私没有吧？啊，钱更没有。钱呢？那个工资卡在我婆婆那儿呢。谁的工资卡？他的。你的呢？我现在不是没有工资吗？哦。我现在是每次跟他说，我说你把那个工资卡要回来，咱俩的生活咱俩过。我现在就是连有的时候买任何东西，买个护肤品，我都得去求着他妈。我每次跟他说，他都支支吾吾的，他就是向着他妈。不，咋我向着我妈呀？我当时也是给你说了，现在咱家这吃穿用度不是全是我妈管吗？而且我妈那么大岁数了，她管这些方面管得好一点。你怀孕在家，你要想要什么，你跟她提呗，她也不是不给你。最重要是啥？我现在就理解不了你这个消费观。你说你怀孕在家里，你没事干，你能买那些稀奇古怪化妆品干什么？咱也用不上。还有什么高跟鞋，还有就是什么那漂亮衣服，不是露肚子的，就是那小短裙儿，它现在根本不适宜啊。咱就不能把钱好好利用到该用的地方吗？有很多护肤品什么都是孕妇可以用的，那我是孕妇，我就得每天拿清水洗脸，拿清水护肤啊，我什么都不要买啊。嗯，那你要是不让我买护肤品，那我不买了，你从你妈那儿把工资卡要回来呀，我买别的。不是，婆婆管账限制你消费了吗？限制，就是我干什么我都得去问她，征得她同意我才行。她给还是不给啊？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还有不给的时候呢？没，就是有不给的时候。那次她答应我说，带我去试纱。什么纱？婚纱嘛、哦、他答应试婚纱，然后他妈妈答应的，我婆婆答应的、我们都说好了，我开开心心的在里面试纱，结果我试完出来交钱的时候了，他妈妈都已经走了，他又反悔了。但是他那个婚纱吧，别人都是租，他身边朋友咱们都是租的，他偏要买3万块钱一件啊，你说这谁家庭能接受了？就算咱能接受了，咱这个钱是不是有点太浪费？没必要。不是，可以在那儿谈嘛？跑啥呀？谁跑、啊？不是跑了，我后来我问我妈了，她是正好她新认识那个闺蜜，就是跳广场舞的，有事儿有急事儿，家里有人正好住院，她就赶紧去了。听明白了，听行，反正就行。闺蜜生病生的是时候，很体面，很体面啊！这婆婆的闺蜜还真是体面。我看啊，吃不到一起，财务被监管。隐私被监视啊，这个问题还挺大啊。还有什么呀？我就现在觉得我跟我的婆婆生活起来矛盾太大了，她也就向着她妈妈。我就说那就现在不用婆婆先照顾我，那你就给我雇个保姆嘛，我就不用她照顾我了。那保姆事儿我没说不给你雇吧，咱可以雇，你别说雇保姆了，后期咱雇月嫂都行。但重点是在后期吧，你说你现在刚怀一个多月的孕，你等到你快临盆快足月的时候，咱们雇保姆是不是也挺好的？你现在太早了，你雇完了以后你让我妈怎么想？我妈现在照顾你呢，你这事儿办得太不地道了。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为啥要雇保姆。为啥？为啥？你快说。我就是因为
他的妈妈还经常有可多可多朋友来家里，就那些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们啊，他们平常在家唠唠嗑呀，有时候打打麻将、射街舞都忍了，但有的时候还有那些叔叔们来家里也抽烟。我家那个餐厅旁边那堵墙都已经熏得发黄了，你说我现在都怀孕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就是考虑他妈，他现在把他妈接来，把我婆婆接来，他都是一步一步想好的，他都已经算计好了，他就是等我往坑里跳，他都不管我，不关心我。哎，老说妈妈妈妈的，爸爸呢？我单亲家庭，我们就父母离异了是吧？对。哦，行，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就离异。打小跟妈妈长大。对。那个，你的想法是找保姆是吧？那婆婆怎么办呀？婆婆回老家？反正我现在是跟她相处起来矛盾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们都不开心。是把妈送回去待一段，还是你们出去租个房子住？不是，我觉得出去住太离谱了，因为首先我现在真的压力挺大的。那就让妈妈回老家住一段嘛，妈妈也辛苦啊。那现在她没人照顾呀。下面我就是我想问女生的问题了，很少有女性孕早期大概休息，其实两个月之后就可以正常的去进行工作了，也不需要人照顾啊。对，除非她那个医生叮嘱的，就是胎不稳出现的早期有那个吗？你有早期不稳的现象吗？没有，我并不需要照顾。对啊，那你还要请什么保姆啊？对，那你要请什么保姆啊？那你为什么不上班啊？她现在让她妈妈，不是，那你为什么不上班啊？你完全都可以做啊。对呀，我如果不行，如果啥呀？这就是我看到的问题的核心啊。你回去上班，婆婆回去，一切问题先解决，你们先开开心心的磨合一下，孕妇最重要的是开心嘛。小仔，我问你几个问题吧，别为难啊，有什么说什么，坦诚是最重要的。在你和你母亲的规划里，未来母亲是不是要跟你们住在一起，在一起生活？说实话。我，你现在不说实话可真没机会了，以后是还是不是？是，我希望我妈跟我住一块儿。不是你希望，你妈妈怎么想的？别怕她，说。我妈自己一个人倒是回乡下的话，她倒是朋友更多，但是她现在一心想着。这个房子谁买的？是我们双方父母一起出钱买，但是我妈出的更多，我妈把原来的房子都卖了。所以你妈就是为了买这个房子啊。所以你妈现在住哪儿呢？我妈现在就是在乡下的老家，然后这不是为了照顾她才上来的。你就别老说为了照顾她，我就讨厌你这虚伪。我妈现在就是没地方住，或者我就希望我跟我妈在一起，因为我妈就是这么难把我带大的，我舍不得她。你直接说不好吗？啊，对，是吧？对，婚前没跟你说这些吧？其实婚前他妈也是经常会出现，就是我感觉他们两个永远都是一条心，我感觉我好像永远都是外人。接受吗？以后婆婆就要跟你们住在一起，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我们搬出去住，我们哪怕一开始先租房住也行呀，我就不想跟他妈妈先住到一起。这房子不是你父母也有出钱吗？那实在不行把这个卖掉，把他妈妈那部分钱还给他妈妈，我们再买个小点的，什么都可以啊。所以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要个婚礼呢，还是要把跟婆婆之间怎么相处的事儿掰扯清楚呢？我就是想让她向着我肯定搬出去住是好的。如果在办婚礼婆婆走，这两者之间只能选一个，你选什么？可是我都想要，我觉得婆婆走了我的婚礼就能办。你怎么想的那么幼稚啊？如果婆婆现在走了，你办婚礼你婆婆出不出现呀？孩子，那矛盾少了，她可能也就不那么懒着。你婆婆可能都不出现在你的婚礼上吧？就你这个一口一口他妈他妈他妈，我跟你说，谁看了，是个长辈看了都觉得你这儿媳妇就不该娶。我跟你说实话，就你刚才那个他妈他妈他妈，我就觉得，本来我觉得老太太做的可能有点过分，我听完这个之后我觉得也差不多半斤八两。所以最难的是你小子，这俩女人闹龙宫啊，你惨了。来吧，你们看看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你对自己婆婆的不尊重，
甚至是讨厌。但你怎么不讨厌婆婆卖掉自己的房子给你们买婚房呢？老人现在的状况很显然是无家可归，他自己的房子卖掉了，贴补给你们买婚房了。而且现在一个关键问题，婆婆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也认为不妥当。我由衷地和你说一句话，你的妻子，她的内心还没有成长和强大到可以对你的妈妈有足够的包容。老人再怎么做，再怎么努力，在她眼里都是干涉了她的生活，都是影响了她的生活。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们千万不要让你的妈妈无形当中当了你们婚姻的搅碎机。如果这样的话，老人会自己内疚一辈子。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你还真不要把它当个小问题。他如果不改变，老人会受不了，你更受不了，你这块三甲板是无法做的。我最后一句话，虽然你怀孕，我还是要声音很响地告诉你，作为媳妇，对婆婆多一些包容，谢谢。曲总，我问几个问题啊。你让妈妈来照顾她，这是名义上的，你觉得到底是照顾她多一点呢，还是照顾你们俩多一些呢？肯定也照顾我，她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比较懒，然后我妈在的话，打扫卫生也好，然后吃穿用度也好，我妈会做得特别好，比她强。来，女生，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如果她的妈妈不安摄像头，不干涉你的生活，只给你做饭，可以一起生活吗？如果没有这么大矛盾，那肯定是可以的。摄像头也没安，然后你说了之后，那个也不干涉你的那个吃了，对吧？给你做饭，问题解决了。因为你要知道，她以及她的妈妈现在的关系还没有真正做到独立分开。如果是因为你分开了，那完了，你将一辈子跟他的妈妈之间就有隔阂了。他也不念你的好，因为他现在还需要人照顾呢。现在他妈妈其实是来照顾你们三个人，除了你们俩之外还有你们的孩子哟。老人的这份心可以接受到吗？这份心意可以接受到。老人这么辛苦，可以感知到吗？可以。好的，老人有他的行事习惯，消费观呀，各种人生观不一样的这种差异，但他都能接受，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有能力离开妈妈。你说让他做一个父亲，他现在还不行，还得有人帮推带一段时间。所以我的观点啊，跟于伯宏老师不太一样。我觉得短期妈妈走不了，需要在走不了的这情况下，我们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出面的是你，你也可以知道，哎呀，妈妈做错了，但是我能说，你说妈妈不会怪，但是她要说，这个梁子就接下来了。你有这能力把这关系融合好了，还可以一起往前走。这个时候绝不能让老太太回去，老太太把自己的房子卖就给你们两个人，这回让她回去，就是因为某几件小事儿。我觉得这个如果真这么做的话，你们之间矛盾不可调和，这是我的观点啊。就这样。好，谢谢曲总。严老师，我看到你们两个真觉得可悲啊。男生你别这个马上好像就要落泪了，我妈多辛苦呀，我这个得把她接身边啊。你不就是妈宝男吗？买房子娶媳妇儿，要让妈妈把自己的房子卖了补贴你，自己老婆怀孕了自己照顾不了，说句更难听的话，娶了个媳妇儿自己都不能照顾自己，你娶她干啥？给你妈添堵的？你不要打这个旗号，我妈不容易，天下没有哪个妈是容易的，只有不长大的孩子，还有不撒手的妈。当然我不想这么说你妈妈啊，她确实也不容易，但你长大了，无论你母亲她的心态，她的初心是什么，你应该挑起生活的大梁。你成家了，你是这个家的男主人，包括你和你妈妈的原生家庭，你也应该是承担你母亲生活的人了。
是你该去孝顺他、反哺他、养育你的下一代的时候了。你还躺在那儿，我是妈妈的宝宝，工资要给我妈，我妈会做饭，我媳妇儿不行，媳妇儿不行学呀。这个家现在稀里糊涂过成这样，你就是始作俑者。既然选择了婚姻，有了媳妇儿，有了孩子，你们这是核心家庭，把所有的主动权交在手里，妈妈可以来，因为你的媳妇儿现在也照顾不了孩子，就不用说曲总说的暂时婆婆住在这儿，我看很长时间婆婆都得住在这儿，他们看得了孩子吗？如果需要帮助，低姿态感谢妈妈，但是高姿态的占有家庭的主动权，钱我管着，生活的方向我把着，我妈来是辅助我的生活，我是该给她费用，我还是该怎么孝顺她，做好规划，而不是你妈一来你妈成了家里的主人，钱也是她的。所以我给你建议是钱收回来，家里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好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该扮演的角色。女生你是个妈宝女啊，我反复看了半天，你28岁，你不是8岁18岁，你还要当妈妈呢？2个月你还能站这儿这么长时间？我看你也面色红润，身体也挺健硕，有什么毛病吗？不能自己做口饭吃，还在那说，哎，我婆婆连肉都不给我做，我吃不上肉，自己不会做，自己不会做口饭吗？你还要当妈妈的人？就是今天你们这两个孩子不争气，让我看得特生气。你什么时候自己强大起来了，你的这个婆婆才能放手。你这婆婆本来就疼这儿子，一个人带大的，娶了个媳妇儿什么也不会，收拾家不会，做饭不会，怀个孕辞了职，哼哼唧唧一天到晚，她当然不放心了。你有个让人放心的样吗？你还想独立，你还想闹革命，还想要主动权，还想掌握老公的工资，你婆婆放心吗？你再生了孩子以后，哎妈，我不会换尿布，妈这喂奶咋喂，她哭了晚上怎么办？你离得开你婆婆吗？还她妈她妈。学生活技能，3个月以后争取去上班，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了，让婆婆放心，婆婆才有可能放手，好吧？先学着独立吧。谢谢，谢谢杨老师。云娜老师，你还不配做妈妈，你也不配做爸爸。自己家是按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你们两个家里头都不是大富大贵，都你特别是你，你又没有那个小姐的命，你从哪儿作出这一身小姐的坏毛病？2个月就希望有保姆伺候，婆婆上来伺候。假如你此刻还是一个工作的女性，你的婆婆非要上来住，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婆婆把房子卖了给你们买婚房，婆婆说我没有房子，并且想照顾你们的生活，你觉得不舒服，你大可说我是培训学校的老师，我希望在我培训学校附近租一个房子，用你自己的方法来提出对抗，那叫做我不喜欢别人在我的卧室里安装摄像头，所以我宁可不要婚房了，我租一个房子自己养胎自己工作，直到我的丈夫开始醒悟，把工资卡交还给我，和让婆婆不要过多的侵犯我的隐私。可是你没有啊，你都没有任何谈条件的一个能力，你在这儿谈什么条件？3万婚纱婚礼殷殷教有什么用？人家都在这儿开心得很，再过2天娃都生了，你要什么月嫂啊？没有。你要什么育儿师啊？没有。婆婆倒是有一个，你要不要？谢谢米娜老师啊，你自己应该有一个很独立的思考，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一个命题就摆在这儿了吗？就嫁了个这么个老公，老公就有这么一个妈，是跟这个妈打翻了，还是用你的能力把这个妈变成你战壕里的战友？这是你生活能力的体现呀！不要天天抱怨啊！米娜老师刚才说的那些听起来语言很犀利，其实就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嘛。你认为他们一步步的圈套就在这儿吗？先领证，领完证让你怀孕，怀完孕我婚礼可以暂停一下，然后以怀孕为借口把妈妈接过来，接过来之后又收了你们的财权，最后就变成一个妈带两个孩过日子，等下一个孩又出来的时候，一个妈带3个孩过日子，然后慢慢的被毒掉，她是自然接受不成长吗？最后你被毒掉，毒完之后又想反抗，然后去跟婆婆打，这个家庭就支离破碎一塌糊涂，那怎么办女生？这个时候其实是考验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这一切，哪些是你在婚姻当中的基本原则你该坚守，有一些东西是要放开的，
对吧？老师们都已经说了，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替你妈考虑，但是我就觉得这次回去办个婚礼吧，你看能不能做到？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伯鸿兄，您预测一下。确实，两个人都要成长，都要改变。我认为女生如果改变，就从今天把叫他妈改成我婆婆，我认为双出肯定的。哎，曲总，肯定双出。双出没啥说的了。双出。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小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我以后好好对你啊，你也多沟通沟通，多交流交流，咱们一家人什么事解决不了。走吧。请亮灯，祝你们幸福，请回。谢谢大家。哎呀，祝他们幸福吧！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比他大3岁，转眼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他却迟迟不肯给我任何回应。一直以来，你对我总是挑三拣四，打压我的自信，让我压抑至极。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让你更好，让我爸妈早些去接受你，到头来却成了你拒婚的理由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相处越来越痛苦，你总是怀疑我，阻止我去做我想做的事业，这感情真的让我感觉到很窒息。你所作所为以及谈论彩礼的态度，让我开始质疑了当初那么坚定选择你的我。因为你的幼稚行为让我全家都闹成了笑话。有请这对情侣，有请。葛先生26岁，来自吉林，网络后期，有请。李女士29岁，来自吉林，儿童摄影，有请。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哈，你们谈多久？2年多。谈2年多。嗯。现在就想跟人结婚。主要是我年龄到这儿了呀。你呢？啥态度啊？我第一吧，是觉得我俩现在经济条件不够稳定，第二嘛，通过2年的相处，我俩现在很多隐在的问题也存在，我俩性格还有他这个人做事比较强势。哎呀，那你就直接说，你说现在不适合结婚吗？没做好准备吗？啊，对。但是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我已经为了我俩的感情做了很大的努力了。啊，您都做过哪些努力啊？就是我俩刚开始处，我比他大3岁啊。然后呢，我妈妈就觉得说男方吧不算太稳定，嗯，想让我再考虑考虑啊。啊，然后我呢，就是为了做工作嘛，我就在中间就是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说好话，但是他依然就觉着我在给他施压。我一个女方能做的我都做了。有一次哈，就是我妈妈已经想着说给她个台阶，看她表现，已经处1年多的时候，嗯，说请我俩吃个饭，
他就是不但说迟到啊，就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一整天都没去。我爸我妈就在这儿，我们仨搁这儿等了一天。你说有没有这样做事儿的？因为我嘛，我第一点，我所谓的现在准老丈母娘，就是不太看好我，因为我现在工作呢也不是很稳定，而且我工作不稳定也是因为他呀。不是，你给我讲讲为什么你工作不稳定是因为他呢？我最开始的工作是很稳定的，因为是网络后期嘛，他就嫌不太挣钱，然后要求我换。我为了我俩能够在一起，我就换了，换了很多个，不是嫌我挣得少，就是嫌我不顾家，要不然就嫌我太累。我一次又一次的换到最后，他妈认为我不够成熟，现在工作不稳定，没办法给这女人幸福。你说他这体质又瘦又弱的，干美团，他说的能多挣钱，因为他没有啥太高的学历嘛，他就去干去，然后就是白天比别人多干，晚上还要上快递公司，就白天晚上不在家那种。然后结果有一次他送美团，就为了多挣20块钱，跑城外去了。他这体质根本就不好，还有点低血糖。我为什么跑城外啊？我就是想多挣几个钱嘛。我为什么选择就是连上半个月不回家？那你多挣钱，你身体不要了。我为什么选择连上半个月不回家呀？我以前也是上白班，晚上也回家，回家连个热乎饭都吃不上。这个我可以忍，我可以自己做。回家不但我自己做饭，连个好脸子都不给我。他做什么事儿都是啊，一心去做了，然后我去收尾去。为啥他现在能说出这话？就是因为我给他收拾太多烂摊子了，他就觉着他想自己去干点啥，但他根本就不行，你知道吗？就什么就不行啊？那送两天外卖就晕倒了。我晕倒不还是因为你不给我做饭吗？不是，你自己那么大的人还能把自己饿晕了？你傻呀？但是我回家连口肉饭都吃不了，有时候我自己叫个外卖呀。取餐的时候点一份，顺带手就给自己拿回家了呀。我就舍不得那个钱啊。舍不得钱，他因为晕倒了，别人路人发现了，给我打电话，我跑出城打车，着急呀，我也不会开车，我着急，我打车出去花了40-50块钱，哪儿多哪儿少啊？送那个外卖也好，快递也好，不是今天出事就明天出事的，那不是还是败家吗？我说的几句咋的了？有这些怨言，还我不做饭，我也上一天班了，我还没人给我做饭呢，对吧？我现在女人独立。对吧，老师？那我也需要有自己的价值。我上一天班回来了，我还想吃口热乎饭呢。那谁不累一天了？最开始咱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你说吧，我说咱俩谁上班下班轻松了不累了，谁先到家谁给对方做口饭吃。我最开始跟你这么讲的吧，我并没有说这个饭必须得你做，必须得我做吧。你最开始还说你养我呢。那我现在能力有限呢。那不还是你不行吗？一个男人都不行了，你还逼着人家娶你，你脑子不行吧？我看，你怎么想的，姑娘？我重感情，老师，我一共没处过，就没有什么太多感情经历。我俩一共处2年多了，也就是除了这点方面，生活上他也挺照顾我的。实话实说。行行行，那现在做什么呀？我现在待着，还在送外卖。外卖都送不明白，跑错路线的人。嗯。看那个短视频，说的想去学学这个东西。我说的，那你学学吧。结果我俩处2年了，一共就攒那个10000多块钱。嗯，不声不响的说投资就给投进去了。这个短视频，就是我想学一门课，我就突然在网上刷到的，说有人卖这个，就是网上授课。我想着就是，我也想做这个嘛，也是这几年这个行业很火。嗯，我想就是想自己做一下试一试，然后。做这个行业你得先学嘛，我就投了10000块钱，花钱报这个课程，投完他就不干了。那是因为光是因为10000块钱的事不干的吗？你好意思说吗？那因为什么呀？学2天半认识个女同学，老师人就说了中午不回来吃了，我同学请我吃饭，结果俩人吃一桶泡面，然后下学放学开始顺道送那女生，说是顺道离我家好几里地，说是顺道送去，要不是我那天去买菜碰见她那个车了，那个女孩就一点都没有边界感，就坐副驾驶，他俩还有说有笑的让我看见了，我伤不伤心呢？你那是下楼买菜吗？你就是故意去堵我去了，你知道吗？而且我叫她同学，那只是一个同班同学的一个爱称吧，一个称呼吧。爱称？你对我都没有那哪爱称。那同学嘛，你最起码你礼仪得懂吧，就是在我们这个班里他学习是最好的，我有什么不懂的我得向他学习，我得问他、这个、那我积点人脉，我跟他走得近一点有问题吗？可以，但是你为什么要往人身上花钱呢？跟我说，媳妇儿啊，那个你再帮帮忙，帮我借2-3万块钱。干嘛？跟那女的要整什么短视频？然后我就说了，是这样，主持人，我说我不理解，
我说的那我看人家快手什么的短视频也就几百块钱学课程或者怎么地的，那你俩要是投资为啥那女孩不投？就是我跟我那个同学想要做这个账号，他当主播，然后我需要就是拉这个投资，摄像机、电脑、灯光还有这个声卡都是需要投资的吧。那我投这个资有我有错吗？我想用这个行业去挣钱，手机播也行，那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他就听人家忽悠的，两天半哄得迷了摸了的就要借钱，还让我去借钱去。那我让你借钱，我这两年当中我所有上的班开的工资我基本上自己一分都花不到，我平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换季我都不买衣服，我所有的钱我都交给他。这个短视频这个行业我想投资，我是不是该从他要这个钱呢？我本身已经没钱了，我不从你要我从谁要啊？那你说你没钱我不让你去借，我是从我父母借吗？那你的一个意思就是你这两年花在我身上的钱，你理直气壮让我去借也是可以往回要的对吗？我没说我要啊，就不是付出和奉献，而是理所应当该还给你的。我没说你还我，因为咱俩在一起是咱俩为了咱俩共同的日子。你这两年挣了多少钱啊？大概能有十多万吧。一个月你说实话，一个月五六千块钱吧，十多万可不是吗？租房子吗？我自己有房子。他有房子，还房贷，是不是钱？一月房贷3000，然后柴米油盐。房贷我自己还。也是挣的这些钱还。对。啊，那你这就不诚实了。而且我也挣钱呀，我俩钱他是给我，但是我都放一块儿花的。你一个月挣多少？我一月挣6000。啊，你还比他挣得多。啊，所以你们俩这两年也没少霍霍，那就算了呗。我直播做成了吗？直播没有，后来被他完全把这个萌芽给我一直在摇篮里了。我在家自己也是非常郁闷，然后在家待了一个月。我待这一个月当中呢，我就是有一个女性朋友吧，给我发微信，总问我，你干什么吗？就是问我在忙什么。然后我俩也不是总联系，就是联系的很少。然后他就认为我跟我那个女性朋友有事儿。还有我之前有就是我做那个做视频后期嘛，我之前那个就是那个女领导她想挖我回去，然后就一直在问我，你现在上班没？你在做什么？不行你就回到公司上班吧，我不想回去了。我俩就是在聊了3-4天，她也认为就是我俩有事儿。你还好意思说这个事儿，我都没提，你能不能给自己留点颜面呀？我俩只是在聊工作上的问题，从来没有约过任何。工作上嘘寒问暖吗？老师你也有同事，就是工作上问你今天吃了吗，饿了吗，啊回家你应该干什么呀，就是关心这么透吗？我也有同事，我怎么没有男生朋友这么事问我呀？你在指使我换工作这个同时，你不觉得你是在影响我吗？明明我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我必须得听你的换这个工作。你也特奇怪啊，他指使你换工作你就换工作啊？因为我你傻呀，因为你没脑子呀。因为我因为什么呀？因为谈恋爱谈的人都丢没了，让你换工作就换呀，说明你还是不喜欢那个工作呀，说明你确实在那工作岗位上能力不行啊。你要能力行，你要工作的风生水起，他说10000句让你换工作你都不会换，还因为你别说这工作这点破事儿了吧，说的我都替你们俩丢人。我跟他认识2年了，然后他也领我回过家，也知道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太好。我们家那边不有要彩礼的这个习惯吗？最低是20万起的。我妈就那么不同意的情况下，我去沟通去解决，我说那你就给18.8万吧，然后就订婚，或者是谈到彩礼，他只字不提。就到现在我俩处2年多了，亲戚朋友都认识了，我觉着我连个身份都没有，而且还一天跟他扛这个生活，一点名分都没有，特别累。是我只字不提吗？我家我带你去过，我家什么条件你知道，我爸和我妈这辈子攒的钱都拿来给我买房买车了，而且我这么多年挣的钱，虽然说是我现在能力有限，只能按照这个工资去生活，那我的工资除了交房贷以外是不是也都交给你了？不多不少，一个月咱就不按6000算，2000多吧，我家还哪有钱去给你付彩礼的？而且咱俩的问题也不光光是彩礼这么简单的事儿吧，咱俩之间还有别的问题吧。
我觉着彩礼这个问题就挺大。你问他要108,000，是经过你的谈判，对对吧？谈成了，从200,000谈到了188,000，对吧？对，这打了个几折呀？我的天哪，9折都不到啊，这个9-5折。然后他也不答应，然后订婚的事他也不提。对啊，人家不想娶你啊，姑娘，我给你什么彩礼啊？你跟我谈什么彩礼？你脑子能清楚点吗，姑娘？我没有不想娶他呀，但是。我家确实拿不出这个彩礼啊。那你跟人家说呀，你说我要娶你，但是我没这彩礼，你嫁不嫁？说呀，像个男人一样。他父母本来对我印象就不好。对你印象就是不好啊，我是他父母，我见你印象也不好啊。你做的什么事儿人对你印象好？送个外卖你晕倒，说我姑娘没做饭。报个课程课没上，女同学教了一个。唧唧歪歪谈了2年恋爱，1个月挣5000块钱，不错了，27岁，可以啊。父母买房买车你还贷款，说钱都交给我闺女，我再一听您还贷款还3000，合计1个月要交给我姑娘2000块钱，我姑娘1个月挣了6000块钱，你们俩合在一起花了2年，最后剩10,000块钱，这不是我姑娘给你贴了钱了吗？这不我姑娘养你呢吗？这账我算的对不对？什么叫你把这钱都给我闺女，你交不了这个彩礼？这不胡搅蛮缠吗？还说你就想娶。后来我就觉着，那就算彩礼的事不得是订婚的时候或者结婚的时候给吗？啊，那就先订婚。订没订婚啊？连个话都不打。没有。没有是啥意思呀？是商量过要订婚还是不订婚呢？没有商量过，就是他在一直要求说订婚结婚的事儿。我一直认为我现在经济能力不行，我想给这个家一个更好的一个经济条件，所以说我现在没有我想结婚的打算，我想凭自己的能力去拼搏2年，2年以后再结婚，再提结婚的事儿，行还是不行？我没有那么多青春等他了，那就分手啊！我结婚就得要孩子，我做那么多努力，我为什么要分手、啊？你努力什么了？我妈最开始不同意，我就跟我妈去沟通。哎呦，你就沟通跟你妈沟通了半天，就沟通了12000块钱回来。这个彩礼我要了之后，我也不是跟我妈。行，那你为了嫁给他，能不能不要彩礼啊？我问的直接吧，你敢裸婚吗？我问他，咱不要什么什么彩礼了，咱喜事儿新办，你敢娶她吗？还要等一等我这个经济条件吧。啊？等一等我这个经济条件。那不都是借口吗？哎，姑娘你真聪明，你点到了问题实质了。一个男人真想娶一个女人的话，这些问题不应该，这些问题和压力都不应该是我去面对的，而且今天站在台上也不应该是我主动说我想嫁给你，太伤感的了。我今天来想让你改变一下，你能主动一点或者有点担当，作为男人你硬实一点行不行？我也并没有说不想娶你，我只是觉得现在咱俩这个经济条件不适合去结婚，因为结完婚以后涉及到的事情更多。你总跟我谈条件，我女生我都没介意你的条件，你有啥自卑的呀？我比你挣得多，按现在生活来算，我家庭压力我去面对去，我都没嫌弃你，你说你现在搁这说啥话呢？娶不娶？这问题问得好，娶不娶，小子？那这样，如果说你真心爱我，那彩礼我家是真拿不出来，我自己拿不出来。然后在这接下来2年时间里，你给我2年时间，让我去凭借我自己的能力，你不要参与我过多的工作问题，让我自己用这2年时间去拼一下，去我们以后的幸福生活拼一拼。如果说这2年时间我拼成什么样，我挣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我都给你，这都可以。钱不钱都无所谓，我就想要你一个态度。2年我也等不起，我现在29，来年30，结完婚就要孩子，你得考虑我的身体素质，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彩礼的话不怕丢人吗？一分不给我。哎呀，这个今天叫开了眼了，我也不知道爱情这个字儿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看看怎么办吧，你们出主意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刚才我们目睹了一场以爱情为名的商业谈判。男生，您平时叫他什么？媳妇儿。扪心自问，你真的想娶这个女生吗？你敢娶这个女生吗？找理由找了一大堆。姑娘，我可以负责任的和你说，不管是一年两年，你愿意等你去等，等来的一定是失望，竹篮打水一场空。他那时候有那时候的理由借口，你不是他心中认为合适的那个女人，所以他一拖再拖。分手吧，分手对你们两个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你明白吗？来，曲总，你没发现这个男生想跑吗？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啊。你看啊，零彩礼两年不要管我，就透露了几个信息啊。第一，你不值钱，你别说现在，两年之后我也不给你。第二，你不要管我，你至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压抑，就是管控，他很不舒服，他要自由。你和你的父母坐在那里请他吃饭，他可以不来。这个耳光打得何等之响，打在你父母脸上，你心不疼吗？就这么样一个人，居然你还要死白赖，今天就说了，娶不娶我，咱能要点面子吗？咱不可能卑微到如此地步啊！你千万别以为我到30岁我就一定要结婚，没有任何人说结婚是要有一个岁数的限定的，是你遇到对的人，你才可能把自己交给他。你不能只为了眼前这一年的时间，你把自己10年、20年、30年的青春全都荒废掉啊！好不好，姑娘？就这样。谢谢曲总，严老师。其实我看到的也不是，就刚才曲总说一个卑微到把自己的尊严踩在脚底下，渴望情感、渴望家的一个女生。其实你对她也没有什么爱情，你是想成家，29岁了，你是想有一个婚姻，但你看上的根本不是这个男人，你只是觉得这个男生有房有车，性格还算可以，你似乎还能控制得了你认为的控制，所以你选择了他，不是爱。你如果真的爱他，你不会让这么一个瘦弱的男生，一个送外卖抠抠缩缩不舍得买一口饭吃的男生，你不给他在家做口饭，你不爱啊。男生也一样，他为什么会去跟那个同学妹妹聊天，会背着你偷偷送人家回家，他心里痒啊，但他没能力呀，他一个月就2000块钱，拿什么去跟漂亮的同学妹妹谈恋爱？只有你愿意为了他的房和车拿出6000块钱供他过好一点的生活。所以没有爱的情感，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要在一起互相支撑着过日子，那这日子真的过不下去。我没说不能够彼此对对方，哎，我提供房子你提供收入，我们支撑的过日子，这个也很重要，但如果没有爱作为基础，只是算计这点钱财，这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尤其女生，你耽误的是你自己，人家26岁，再过3年5年，如果真有了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分分钟换一个22岁貌美如花的小年轻啊。你呢？你就为他这点房这点车，你就把自己2年多的时间耗在这儿，你明知道他不爱你啊，他一点都不爱你，所以你赶紧走吧，好好去过自己的生活，寻找真正爱的人，你愿意爱他，他也真的爱你，没有爱就散了，再见。谢谢严老师。李娜老师，所谓的我已经29了，马上就30。
放块糖，放块巧克力，他不会，因为你真的不爱他。你只是在这个慌张的阶段需要有一个人让你别那么慌张而已。29岁也好，30岁也好，他真的不是什么，你别人为的把自己在这个时候搞得不安了。一个人一旦在这个时候犹豫不安乱晃荡，他就容易掉下来，别晃荡。谢谢米娜老师，其实我挺替你痛心的。我告诉你，很简单，一个行为就应该离开。为什么？男人可以没钱哦，男人不能没志气哦，男人不能不勇敢，男人不能懦弱。你看他都站了，跟你父母见面，勇敢的去啊，对我自己没有信心啊，坐下来啊，叔叔阿姨，我在做什么？我大学毕业这些年都做了一些什么？我未来会做什么？我现在是怎样的？我跟你女儿发展到哪一步？我有哪些打算？你去谈呀！你不是19岁、18岁、26岁的一个小伙子，你这种事儿你处理不了，你还怎么做人呢？实话实说啊，不娶不爱，走，跟人姑娘说，别肉肉乎乎的，你就没打算娶她，所有人都看出来，还在那儿懵呢。你们俩自己定吧，你们要想就这么纠缠着再谈着恋爱也挺好啊。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愿意去过你想追求的自由的生活，请你不要慌张，姑娘，稳稳地走，生活是属于自己的，不要被其他的东西捆绑，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京云 APP、 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侯鸿兄，这个预测可很难预测。对啊，不爱了就不爱了嘛。我在想他们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懂了，但这个女生还心有不甘，男不出女出。曲总，我觉得双不出。严老师，女不出男出啊！来来来，米娜老师，那我双出。对，那我就站双出啊。我跟你说，还真有可能双出，因为弱小的人是这样的，你们都说我们不行，那我们就要联合起来，狠狠地打你们的脸。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哎，双不出了，双不出挺好的呀，这就是真的保卫了爱情了。如果这个都是爱情的话，那世人没有再向往爱情的了。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灵。再一次的谢谢葵花胃康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